上总，您找我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嘉科市场部的新员工苏墨。哦，小苏啊，坐吧，给王总倒杯酒。真是不一样啊，这才几天呀，都学会给人倒酒了，怪不得在嘉科这么快就站稳了脚跟啊。在上总的公司得到了相应的尊重和待遇。 并且上总独具慧眼，特别赏识人才，所谓良禽择木而栖。啊，听着口气是在嘉科比在安盛开心啊！啊，老尚啊，你还是真有眼光。我们小苏啊，除了脾气不好以外，还是很有能力的。那是当然。坐，小苏。小苏啊，你今天也要喝一杯。 你知道吗？今天小苏建议用U Smile的活动给我们嘉科的周年庆造势，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好。来，我们敬苏墨一杯。来，小苏现在都能喝白酒了。来，干。 这里面一共27万，差那3万我给你补上。哎，不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帮他还钱给我？哪儿那么多话？收好你的30万，别给自己找麻烦，也别再找他的麻烦。嗯，有意思。项目书我看过了，好像有点问题吧？不好意思。 这个项目书是我们公司的新员工做的，刚被你们安神开除，能力确实不行，看来我们嘉科也留不住他了。新员工啊，你是说苏墨？是啊，如果接连被嘉科和安神开除的话，那他在上海滩也没法混。来，洛西，你那个找个有能力的人给王总重新做一套方案。好的，尚总。算了吧。 不过是一个品牌合作的小项目，又没什么太大问题的，就按原来的来吧。好的，王总。那条件方面没有意义。咱们是老同学呀，计较什么？<笑>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共同举办的，所以您看。共同举办。 我们出钱出力，给他们在安盛办活动，我们买的爆炸让他们去放。仅仅是出钱出力，我们当然是在帮别人赚吆喝。如果我们还出人呢？什么意思？安盛这次很明显是在给我们使绊子，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。这次直播，尚总你就亲自参与吧，这样肯定会引起轰动的。大家关注的中心点一定会是U Smile 品牌和尚总，而且我们会在他们的中庭做这次直播活动，让他们的中心舞台为我们服务，这不也是一种反击吗？让尚总亲自上直播，这也太 low 了吧！人家很多大老板还直接去直播带货呢，那都是几十个亿的销售额，这个应该不算是 low 吧？这个办法也不是不可以。活动由我负责。怎么没有信心啊？当然不是。 这么大的活动让我负责，我怕其他的同事不服。这个活动的方案是你提出的，策划案呢也是你做的，而且你跟安盛那边的人比较熟悉，跟他们合作，你是不二的人选。我看人向来不看资历，只看能力。至于人际关系方面呢，我希望你能处理好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 快救我！给我！手放低，手放低点。对对对，哎，你看，就是没事了吗？别紧张啊，盐水袋呢拿高一点，然后那个手不能高于胸口。你好厉害呀！你是不是医生啊？这种小事，你叫医生干嘛呀？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家里人呢？我妈妈因为照顾我眼病了，在那边打针呢。哦，我抓着上厕所就自己跑出来。 你怎么不让护士姐姐陪你啊？
呀，我一个男生，怎么让女生陪着？那护士哥哥呢？他们工作那么忙，我不能带人家。那行吧，我现在也没什么事，要不我带你去上厕所？哎，我已经上过了。啊，完事儿了。哦，那我带你去找妈妈。你不会是坏人吧？请不要拐走吧。你还挺警惕的啊。我就负责给你提着这个盐水袋，你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这样行吗？你这样也可以了，那就麻烦你了，谢谢叔叔。没事，走。可乐，你怎么去那么久？妈妈。妈妈。哎。省得高点。